手足口病，70多颗溃疡长嘴里。林俊杰演唱会也太惨了吧，前段时间还爆出他在医院里面打吊针，没过去多久就已经现身演唱会场。但是令粉丝们难过的是，当晚 JJ 是带病演唱，网上爆料 JJ 嘴上长了70多颗溃疡，粉丝们纷纷在微博下留言直呼心疼。 JJ 昨晚演出之后，经纪公司发文承认林俊杰嘴里长70多颗溃疡是因为得了手足口病。粉丝们之前只知道林俊杰只是小感冒，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嘴里长了70个溃疡，不讲话都难受。但是 JJ 却以最佳状态连蹦带唱3个多小时，真的看不出来他病了。后来知道了 JJ 的情况，粉丝们更是心疼得不得了。虽然嘴巴里长了70多颗溃疡，不过当看到歌迷给的鼓励留言，林俊杰又有了继续战斗的动力。他告诉自己，不能让那些拼尽全力才抢到票的人失望，也不能让担心自己的人难过，因此打起精神，为了爱着他的人继续坚持下去，才将危机化解为转机。